我是黑泽，我是新艺美的三星总监。然后，其实我会怎样知道这个新艺美这间公司呢？其实，在10年前，我妈妈就是因为做了一场就是手术，然后我就要寻找一些产品，就是可以帮助她，就是修复得比较快的。然后我就找到了牛初乳这个产品。然后在这个 MCO 的期间，然后我就有教人家烘焙，然后煮东西。然后就把自己越吃越肥，那我在问我自己，我真的是这样肥吗？然后真的是觉得很多裤子都不能穿，然后我就下定决心想要瘦身。然后其实市场上很多很多瘦身的产品，但是到最后我还选择了新医美的这养瘦配套，因为我觉得老板给了我信心，然后公司也给了我信心，因为这间公司它已经是要接近40年嘛，然后我觉得这个产品绝对是安全的，然后我就找了我的领导购买了这个 SDSU 的这个产品来养瘦。然后一开始呢，我喝这个产品的时候呢，我是没有想要就是做事业的，我就是纯粹想要自己喝罢了。然后呢，我就在有一天的时候，我就是养瘦啦，就是大概1个月左右这样啦。然后我就开播啊，就是泡我的这个 Shake Up 跟这个 SD 都。就是喝早餐吹水，这样跟粉丝吹水，然后那时候就很多人发现到我，哎，好像瘦了，然后他们就开始询问，哎，我是喝什么产品的啊，这样瘦下来，然后那时候就很多很多的询问，然后在第二个月的时候，我就已经是晋级了经理这个级别，所以我在事业的时候呢，我就已经是自己可以零售接近啥，差不多要200罐的产品。然后5月的时候呢，我自己零售大概接近300罐。然后到10月的时候呢，我就开始有了自己的一个小小的团队，我们总共卖了800多罐，然后就是创自己的一个新的记录。那时候就很开心。可能很多人会很好奇，诶，为什么可以一个人可以零售到这样多罐？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秘诀的，就是喝好产品，用心分享，就是这样罢了，真的很简单。因为我们的产品是真的是可以喝出效果的。一开始我经营这个新艺美的这个事业的时候呢，我是没有想过要做组织的，我就是想要这样自己吃喝，然后这样用心的去分享罢了。是因为我觉得做组织、做团队真的太累了。因为其实我还没有加入这个新艺美的时候呢，其实我也是有做团队的，然后就是搞到自己做到很不开心，然后就是很累呀、啊，就是然后很不愉快。所以呢，我一开始就是用分享的心态去分享产品而已。然后我就是希望就是让更多人受益，就是这样简单而已。然后，当很多人喝了产品，有效果的时候呢，我才会鼓励他们，诶，去分享这个产品，就是这样简单而已。在我用心的分享的时候呢，我就找到了我的第一位事业伙伴，就是 Angel，他也是因为纯粹自己要喝，然后呢，也就是这样。可以去分享吧，然后他也是在第二个月的时候呢，晋级到经理的这个级别。到今天，他也是找到自己的事业伙伴，然后我的这个小小的团队就这样 build out 了起来。然后呢，在86届的分红大会呢，我就拿到了我人生中的第一个金彩带和我的钱箱，然后最惊喜的呢，就是拿到公司的那个招募的 top one。然后那时候我还记得，就是我上台的时候，应该是我的级别是最低的，只有区区一个小小的一个经理。但是呢，这个就是让我知道的，就是公司只要你肯努力，不管你在什么级别，都会得到公司应该给你的福利。就是分红大会回来了过后呢，我就参加了公司的团队的就是线上的培训也好，然后也参加了公司的那个一星总监的那个学堂，就是学会怎样组织团队、稳固那个架构。然后呢，我用了
两个月的时间就直接升级了三星总监。因为那时候分红大会回来的时候呢，我就设定目标，我说我一定要，就是在87届的时候，我一定要以总监的级别上台拿我的钱箱。然后我真的是很努力的去做，然后用了两个月的时间，我就达到我的目标，就是升级到三星总监。最后呢，我想要感谢我的领导 IN， 就是啊，当你需要他的时候，他随时都在。还有我的团队啊，虽然现在是不是很大啦，但是还是很感谢他们，因为有他们才会有我。All right, thank you, Hazel, for that wonderful, wonderful sharing you have there. And just a little bit of background about achievements about our Cheryl Hazel here. Is that the top? She was the top recruiter for our 86 royalty with a total of 83 new recruitment for the whole royalty period. And like she mentioned, she was just a manager ranking back then. Now she advanced to manager, from manager to 2-star silver executive in November. And up until today, she has recruited a total of 176 customers, with 57 of them are on auto ships. And FYI, she advanced again in October to her 3-star Ruby executive goal.